年收入超过40.8万的小资族依规定得缴税，但调查发现，年收入500万以上的人有9户免缴税。更扯的是，年收入2000万以上的大户，有人一毛税金都不用出。政府说，关键在于捐赠和医疗支出可以全部扣抵。专家更透露，有钱人节税有配包，500万元的人没有任何的节税措施，可能一年要缴大概50万左右的税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宁可把10万拿去给这个会计师帮我想办法。一般老百姓，我一年才赚100万，那我干嘛去把我的钱捐给这机关机构？赚到2000万元以上啊，不用缴到税啊，这是有可能。有些所得大户的话，他基本生活都没有问题的嘛，他才放了大量的捐款哈。达到大量的节税的效果。靠医疗支出又该怎么节税？目前规定挂号费、慢性处方间、手术医药费都可扣抵，但健检、医美、牙齿矫正的费用无法抵税。专家说，有钱人避税方法还有这一种，比如说买一些什么医疗的东西啦，开刀、手术，那个其实都可以灌很多水在这里面。重大的伤病的时候，是超过健保的给付范围的话呢，当作他列举扣除我的医药支出的项目之一啊。当上班族辛苦缴税，为何却有大户可以一毛不出？有钱人的节税妙招和避税手段，就怕很多真相不能说出。记者云善行、林佩杰台北采访报道。在这边呢，告诉了大家，温水神维生性电解次氯酸水跟病毒细菌作用还原成水，温和不刺激，比酒精跟漂白水都更加的环保。要跟病毒共存，必须要长期抗战。大家赶快来到快点购，输入雅婷的推荐代码 CTI999 就能够享有折扣优惠。